见吗？开门！老子要干啥？老妹，进家婆怎么了？不要喊我进家婆了。老妹怎么了？已经离了婚了。离婚了？啊？老妹怎么回事啊？离婚呢？怎么回事？你没嫁到我们那个家，三四年了，一个蛋都没给我下，但凡一只鸡啊，都给我下蛋补身子。哎呀，亲家婆啊，哎呀，我老妹跟你儿子结婚这么多年，如果没有生儿子的话，叫他们两个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啊。检查就是他的问题，我儿子身强力壮，你也知道我是九代单传，到你这里啊，让这个没下蛋的鸡啊断了香火 啊宰了他。你说话不要说的那么毒啊，什么是不会下蛋的鸡啊？啊，我老妹啊，我都把它当成宝，到你这里就是不会下蛋的鸡了、啊。啊，我老妹嫁到你们家这几年了、啊、每天都勤勤恳恳的，家里面的活忙里忙外的，那不是其他回来干活的起来供起来的啊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货也堆在这里了，赶紧退彩礼。哎呀，退彩礼啊！你说的倒好啊，你把我老妹当成商品了啊！我老妹嫁过去这几年，她的青春你来还吗？她青春什么？我儿子的青春呢？啊！哎呀，行了，既然你们要离婚，那就离，彩礼一分没得退。退是不退？妹夫啊，你说句话呀、啊！我听我老妈的。赶紧退，不退的话，拆了你的房子，你信不信？哎，等等，行。你们这，你就是个妈宝男了、啊！我老妹嫁给你，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啊！老妹啊，行，既然离婚就离婚，彩礼今天我就退给你。他不对彩礼，他不会下蛋，你知道？像我在村中走路都是这样走路。那、哎、呀，3万8。3万8，当年结婚的时候啊，你就给个3万8彩礼费，那我们家给了陪嫁呢？啊，不算吗？你陪嫁赔了多少？陪嫁那些什么电器啊，都8000了，还有那个车呢，啊，现在呀、啊，只有啊，就是这5000块钱。我不管，你赶紧赔给我的38000，那些已经过去式了，你赔还是不赔？不赔，儿子上抄家伙。行，啊，现在我是长孙为父，我老爸老妈现在也不在，是吧？行，既然。你这样对我老妹，以后你们别后悔，我就赔够给你38000是吧？行，拿走。以后啊，我老妹跟你们恩断义绝，不要再来找我老妹啊。好，行，走走啊。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没事啊，嫁到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守礼守好啊。以后先在家里面住着，哥会照顾你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大伯怎么了？你看我在隔壁家，我就知道了。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我老妹被那个渣男抛弃回来，离婚了。这样啊？他还那个恶毒的那个亲家婆啊，不是那个八婆啊，他还要我退回38000彩礼给他。你说气不气人呢？现在社会还有退彩礼的？你让我妹妹啊过去受了几年的苦，浪费了几年青春呢。水公啊，也不说了，是不是？像你老妹也回不去她的婆家了，对吧？但是长期在你家住也不行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她毕竟是我老妹，我跟她呀从小到大血浓于水呀、啊。我知道你们相依为命啊，要是这样吧，水，我老表啊整天推着我，叫我帮他介绍一个女朋友。正好你老妹回来了吗？是不是？也可以啊，老妹，要是你同意的话，到时候叫大伯您帮你找个好人家，到时候就幸福下去了。嗯，可以，是啊，到时候我再给电话给你吧。啊，慢慢找，找不到就回来家里住，哥这里永远都可以让你回来，好吗？知道了，哥。哎，走了，来。哎，先去吧。哎，我就一个老妹啊。我也觉得心痛啊。走、哦、到了，这是我老表。处长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老表虽然家境有点差，但是他人品啊特别的好啊。嗯。啊，有担当的男人。嗯。那你叫他啊。嗯。追。谁呀、啊、老表啊。哎呀。
谁起床吗？哎呀，没有，今天工作回来，休息一下。啊？怎么风把你吹来了，大伯亭？西北风啊！之前你不是说老叫我帮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吗？带过来了。可以啊。我跟你说，老表啊，我话直说了吧？啊，你说。没，小陆呢是嫁过的，是二婚的，嫁过去没有孩子生，人家退过啊。没孩子生？对啊。哎呀，大伯亭呢，我们两个都是老表，但是你介绍一个没有孩子生的给我，那你不是想要老表我绝号吗？哎呀，什么绝号，是不是现在的社会这么发达，你还怕没孩子生，到时候啊生你养得起吗？对不对？真的是。不过也对。老表啊，你不要嫌弃这嫌弃那了，你也不看看自己家里的条件，也不看看你自己的年龄。哎呀，我知道我家里条件不好，自己要头发都白完了。所以说呢，你在这里，人家小鹿人力人呢、啊、特别善良。我看呢、啊，他长得还挺不错。那是不错，我跟你说，说说好话。我知道了，老表，小鹿啊，嗯，他叫谁呀、啊？阿顺啊，他觉得你可以不？你觉得他怎么样？那他嫌弃我？啊，没有什么说了，他不嫌弃你。没有嫌弃，我现在都属于一朵。哎呀，一什么、哎？我说实话吧，啊、我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一朵牛粪上面，牛粪上面。我就是牛粪。对。不要，哎，私心一点啊！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他不嫌弃我，那我们先交往吧。啊，这样。我不嫌弃啊。不嫌弃啊。哎，不过我老表刚刚也问我了呀。嗯。他最头痛的就是你的彩礼呀。我的彩礼啊，只要我们两个活得好、活得来，彩礼不用也行的。不用啊。嗯。你看，老表，我今天真的中了一朵金宝给你了吗？真是给我一个大礼物啊！以后我肯定好好工作，给他一个安定的家。知道知道，那，哎，那老表啊，你看，我就意思意思。老表啊，你是我老表，你家境我也知道，是不是？我这个也是。你，哎呀，说句实在的，你从小到大是不是无父无母的，也挺可怜，啊？这个是我，这个3000块，哎呀，就说我是那个红包吧。哎，啊，收拾。老表啊，我怎么？到以后你有钱了，是不是？再还我也不迟。行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嗯，等一下你就带美女去买一件好看一点的衣服，还有买一点补品，知道没有？我今晚买个母鸡回来。啊，我知道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我家里还有事。改天过来吃饭。啊，行行行。哦，小鹿啊，嗯，先进去吧。好像就是这一家了，你看32号，没错。小鹿啊，谁呀？小鹿，谁呀？我找小鹿的。大叔你好，找我老婆干嘛？小鹿是我老婆，老婆。出来呀、啊！不知道是不是你亲戚呀、啊？哎，老婆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孩子吗。哎呀，过去，别杀了我老婆、啊！哎呀，你们一年不见你就生小孩了？谁是你老婆啊？小鹿啊，我一看到你，我精神都精神多了。这个是我老公。快点，他们是谁呀、啊？哎呀，我不想看见他们、啊。不要闹了，跟我回家吧！以后我们好好养你。这个就是我之前的前夫啊，这个是恶毒的婆婆啊。哦。我听我老婆说了，以前就是你们两个把他赶出门，然后逼他离婚了，是吗？以前是我老爸不懂事啊，现在啊，你看你跟这个像个老大老头子一样、就是啊，赶紧跟他离了，跟我吧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我老婆啊，现在幸福的要命呢、啊。啊，来，我看一下小孩。哎，小孩是不是我们的？小孩是我们的，他现在也是我老婆，我们已经领证了，我们现在呀、啊、是合法夫妻呀、啊。那你们离了，我们复婚了。哎，小孩子你们两个走啊！你们两个不要打扰我的生活，我告诉你们。告诉你们了、啊，老公，你跟他们讲。小鹿，来这里骚扰我老婆。哎，我告诉你们两个啊，如果你们再敢来这里骚扰我老婆的话，等一下我就报警。
我不管你们找谁啊，是你们自作自受，现在呀、啊、你们得到报应了，走了，不要来这里烦我。哎，老妈，现在好了吧？啊，你儿子我没有老婆了啊，娶也娶不到了，相也相了，一相啊，好好多个了，一个都没看上啊。现在好了吧？我们家绝后了，还不是因为偷猪你把他退回上门啊？还不是怪你？怪我什么？啊，整天就是抽烟喝酒的。我抽烟、哦、喝酒和这个有半毛钱关系吗？啊，你整天夜不归宿的熬夜，现在好了。孩子都没人生了，你怪我，你自己没有生意啊，我还想怪你啊，啊，没办法了，反正你这光棍，这个村里面光棍也有二三十个，那不流口水都不跟你，你也就忍忍就过了吧，反正这个尿尿不会提裤子的，也不会跟你，你就忍忍就过了吧，走了，赶紧回去，还要整你回去啊，没老婆了，你废话。